第三十八题，已知子祥体重为60公斤重，纯仙体重70公斤重，两人一起抬50公斤重的器材箱。为了探讨两人的视力大小，他们维持原本的高度落差，并利用磅秤来找线索。请回答38、39题，所以这是一个题组。那么第三十八题，三十八题说，当子祥站在磅秤上，纯仙站在地面上，如图所示。子祥低头看磅秤的读数显示为80公斤重，请问你此时磅秤给子祥的反作用力有多少？方向为何？那我们晓得前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子祥的体重呢是60公斤重，不过这个并不重要，因为呢你的磅秤如果称出来的是80公斤重，就表示这边有一个往下的力量呢是80公斤重，也就是我的子祥给磅秤的力量是80公斤重向下。那么磅秤给子祥力量就是它的反作用力呢，那我们晓得要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作用在一条直线上，所以子祥给磅秤力量是80公斤重，那磅秤也会给子祥力量也是80公斤重，子祥给的力量是向下的，那磅秤给的力量就是向上的，所以呢我们第38题呢答案呢应该是 A， 他问我们磅秤给子祥的反作用力有多少，方向为何，我们答案选 A， 80公斤重，方向向上。